警匪片的套路。恶势力反派被逮捕受审，命令杀手把证人干掉，无罪释放。黑九门打算栽赃反派，你只要指证反派就没事了。主角是新来的 FBI。你们这样是错的，案子我来接手。反派派出杀手将配角一个个干掉，主角一怒之下直接去报复。主角打败反派后松懈下来，反派趁机推主角出窗外。假如反派摆烂，反派阿伦盗窃宝物得手，蔡心蕾立刻逃跑，打开手机，百度地图为你导航。主角立马追击，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飞。你那么拼干嘛？束手就擒吧，已经封锁你的路线了。啊？拿去吧。啊？你早说我就不跑了，累死。不挣扎一下？路都封锁了，挣扎有什么用啊？只要你供出幕后焦太郎主使了，他在兽狗岭，这就把他出卖了。一个月2000，还让我怎么样啊？我让他知道便宜没好货。那用百度地图就可以找到他了，打开全景模式，我都提前给你们留言了，而且这个还有时光机，可以看到几年前的画面，说不定能拍到犯罪证据呢。点击左下方就能体验了。主角立刻展开对焦太郎的捕抓行动。行动，焦太郎落网。好啊，你竟敢出卖我！每个月赚几百块，玩什么命啊？